Hi, View One 娛樂新聞嘅觀眾，你哋好啊！我係 Phoebus， 我係嘉善。Viu TV 三十集长篇新剧《冥冥之中》终于播出啦 ！Phoebus 同嘉善都有份演出，咁就梗系要邀请佢哋上嚟 Viu One 人物专访倾下偈啦。唔知佢哋会唔会唔觉意剧透下咧？我哋套剧系嗰一间死亡代理公司嘅，咁间公司咧系正常嘅公司运作，但系我哋嘅任务咧就系要控制世界嘅人口。咁就譬如我哋有个 staff 出去啦。放低個銀仔喺個郵箱度，咁轉個頭咧就會有個人喺條街度車死咗噶啦。咁係呢一個嘅運作模式啦。咁我哋個 big boss 就即係佢個原意係想啲資源分配得平均啲啦，所以每日出生幾多個人就要死翻幾多個人咁樣。咁我就係黎秋蘭啦，我係會喺劇集嘅中後段出現嘅。我係比較陰沉啦。比較背負住好多嘢嘅一個角色嚟，因為我細個嘅時候經歷過一啲家庭嘅不幸，咁我所以咧，我係其實集中間出現咧，係想翻嚟復仇嘅。咁係我嘅目的係想入呢一間公司，然之後揾嗰啲我憎嘅人出嚟，然之後就將佢哋遷滅。咁但係同時間我都遇上咗我嘅冥冥之中啦，就係嘉明啦。咁佢喺我嘅唔同世界入邊都會同我一啲嘅感情戲嘅。咁所以係啦，我哋係有情侶啦，然之後飾演到一個夫妻啦咁樣。咁我飾演嘅角色就係彭嘉明啦。咁彭嘉明喺幾個世界入邊咧都擔任住唔同嘅角色嘅。咁有一個世界可能係冇咗記憶嘅嘉明，有一個世界就係孤兒嘅嘉明，有一個世界咧就係喺呢一間平衡人口公司裡面做職員嘅嘉明。係咯，暫時基本嘅就係咁咯。咁但係我同嘉善咧就係喺。我想第二定第三個世界裡面就開始碰面了，咁就會我有嘗試咧去追秋蘭呢一個角色嘅，咁因為咧係有個設定咧就係嘉明咧見到秋蘭咧喺冥冥之中就會中意佢啦，即係就算喺邊一個世界，嘉明見到秋蘭都會中意佢，係啦，咁就想去對抗呢一個宿命咁樣咯。但係我嘅宿命咧就係所有對我好嘅人咧都會死嘅，所以我就不斷咁樣推開佢。所以有呢一啲嘅心理交戰咯，即係點樣去？我好其實我好中意佢嘅，但係我又唔敢去愛。咁佢係好 positive 啦，我係好 negative 啦，即係佢點樣去叫做係拯救救贖我咯？我覺得係最親熱係我有即係蜻蜓點水咁錫咗佢個面珠一下咯。秋蘭呢一個角色咧，其實就係好 cool 嘅。咁因為佢背負住好多嘅嘢啦，咁佢有好多前世記憶啊。咁所以咧，佢咁 heavy 嘅時候咧，佢對所有人都好冷淡，就係唔係好 show 人嘅。咁但係唯獨是嘉明咧，佢見到嘉明就會笑，或者就會主動去做一啲做一啲叫做都算親暱少少嘅行為，可能掂下手已經係好跳出嗰個框框噶啦。所以基本上秋蘭對嘉明笑咧，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恩典嚟。咁怕丑嘅咩？原来今次系佢哋嘅处男处女剧，难怪系点到即止啦。唔知佢哋初次见面嘅第一印象又系点嘅呢？我谂第一印象见到嘉善嘅时候系喺导演嘅公司入边嘅，喺开拍一个月之前。咁我知道秋蘭系佢嘅时候，其实我系有啲乜嘢收息？唔系收息啊，我系觉得哇！我原本以為你是很多經驗的，即我第一眼見你的時候，因為那時我剛剛入公司，我這個是我第一部接的劇嘛。你說主持的經驗嗎？不是，所以我那時不知道你是沒有拍過劇咯。原來你是只是即主持。你又以為我拍過很多東西嘛，是不是，導演有跟我說過的，他說嘉明是都想找回一個沒什麼拍戲經驗的人，因為他本身嘉明的性格就是這樣。其實 as expected 嘅，佢因為佢嘅形容係高大靚仔，冇乜點樣拍過戲嘅小鮮肉，咁見到就哇真係冇失望咯。兩位影視新丁第一次拍劇，一嚟就挑戰燒腦題材，玩轉幾個維度，難度值高達五粒星，有冇拍到崩潰啊？拍攝嘅時候就未去，即係冇呢個時間俾你去崩潰，因為拍攝嘅時候咧。都幾睇下嘅，即係四個月係密密集集，差唔多可能 call 咗好多日出嚟，都係拍
一日可能拍五六場咁樣咯。係諗翻起咧，我喺最開頭拍明明嘅時候，頭嗰我諗一個禮拜至兩個禮拜，我都係有少少處於喺呢個狀態，因為我一日發現拍可能八場，可能頭嗰幾集頭嗰一兩場係拍第二三集，突然之間會跳去第十幾集，跟住突然之間跳去結局咁樣。咁呢件事係真係未習慣到嘅。咁喺嗰時我就即刻為咗知道有咁嘅情況出現咧，我就真係每一集都寫多啲 notes。等自己真的要跳拍的時候準備得好一點，就沒有嚇怕我，反而是令我更加喜歡這件事，因為這件事我覺得這個世界很大，就是演戲這個世界很大，還有一開始接觸了一個這麼有得發揮的角色，因為它可能是說你剛才知道有很多個世界，不同世界都有不同的事情發生，反而會給了一個好的機會我 去打開，原來哦演戲是這樣的。咁之後我真係拍 Ice Cream 啊，同埋拍季前賽嘅時候，都有用到冥冥之中嘅嘢。個角色都好多嘅，佢哋好多性格啊，職業會唔同啦。咁我就經歷咗由一個普通女仔，然之後拍拖，一個媽咪，然之後再喪子，死埋老公嘅所有嘅，哇！濃縮咗喺嗰四個月入邊。即係過，你話戲癮嘅當然是過足㗎啦。咁難度是有的，咁希望觀眾都係咯，可以感受到我哋俾嘅心機啦，同埋即係多多包涵啦。如果第一次，係我都想，我都好想講呢句，係唔該多多包涵，因為我覺得在拍攝裡面有很多生死啊，或者嗰啲。可能都是比較清潔的，不過算了，我想觀眾都知道，即係呢個係始終我哋第一次拍的劇，佢哋應該都感受到我哋會有一種清潔啊，或者有一種未係好熟悉嘅感覺。係咯，呢個媽咪會唔會太過清潔咧？頭先我喺訪問度有講過話想演反派嘅，但我而家再諗一諗，如果可以咧，我想都想試下拍一啲類似偵探類型嘅。嗯。即係好似福爾摩斯系列嗰啲咧，查案。金田一係咯，係咯，係咯。嗰啲都好似幾特別。哦，我就想做即係唔係咁似自己嘅角色咯。我頭先就諗過係做一啲譬如男人婆啊，因為始終即係我性格都男仔嘅，但係我個外形咧局限於係大家會覺得嚇好似好斯文啊，好女仔啊嗰啲。咁如果有一個角色係要我剪短頭髮嘅，即係粗魯嘅，我係會想試一下咯。如果冥冥之中開第二，你會拍？絕對會。絕對會。都會。我追翻你啦，到時。身兼歌手身份嘅 Phoebus 又有冇諗過唱埋主題曲先？你說出個重點來啦。咁咧喺呢一套冥冥之中咧，即係可以。即係好彩咁樣有一個氣氛比較重嘅角色，咁都想唱埋主題曲嘅。咁我相信之後都會有呢個機會嘅，大家可以期待下冥冥之中後半 part 嘅部分咯。Phoebus 畫公仔畫出場，大家明㗎啦，咁就記住留意啦。